我哋念笑看看你喎，爹啊！为什么？我为甚是恁爹也该如此？你搁再啼哭，恁爹也无可能让我倒转来咯。在这个时阵，不是咱母仔伤心，你应该提出着你的死去。你会记得你阿爹要过往心情所有的交代，无论安怎，你应该心惊无恐。你老母我疼死，第一回转家中，公诉要诉，该我问你，那是第二次，就是需要你指点你大姊的嘴皮。阿母，老爸这到底？伊都要把你痛为安，伊都爱我马上一时一刻赶紧上去做官。听讲老爸已经含混，已经死。听讲无半件伊死在你的身躯边，甲伊送上山。阿母，到明天我这时阵，我无惊去救命。你看卖呀，路途如此的遥远，如果你无出事，这颗手交付去，延迟了时间，误过了科技。那咧，我来问你咧，你若爹死了，咱会含啥归土吗？我输了不行，输不完。好，既然你安尼成功。我愿先点回我，我这是一首歌，我叫声来去应试。哪个无钱，搁再累着，看你会写卵报告吗？对啊，请你写你不好，我愿送你上山头，为着你人生高大的愿意。我日夜赶路上京去，无得，你呀，你就要听了阿娘讲，人要向上是最切切，你绝对奋发图强，立心的，希望今日有我通好做，公孙要做梦你会，我先交代我会去。顾顾你你记心病，一拜阿爹的用心。一拜母亲阿的亲弟，后悔，感觉你要交代啥问题？因为你家看卖呀哩，要叫在起来惊啥地输地？算账技术是道道用，强家哩，你若是要跟人比气枪，强家有所为啦，现出息哩。母亲在了厝底，有一点的流流声，交在你的身上。如果好人来有所困难，你只要哩。有你想好一家落吧，就可以背到有度。不但如此，来破开这个刘林祥，不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要用了情丝束将他破开。情丝破对半，厝又会当地霸变，无着一半老在身躯边，无亲交代。